东西没搬完，嗯，把牛公司没倒，是吗？是吗？满了，肯定都是小红的东西，幸好没搬完。 还可以表现呀！哎，阿妹。 小红人呢？哎，管他呢，先盖上再说。这个东西不是我刚才搬下去了吗？咋又在这儿嘞？有别让我去错了吗？ 哎，哎，仙仙，哎，你看这个风好大哟！我看到了呀，啊，我晓得呀。仙仙，我们今儿耍哈嘛，要不？哎呀，我跟你瞧。仙仙，哎，我们没得事的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打水瓶瓶噻。你几十岁的人了，你还打水瓶瓶，洗碗说。仙仙，打水瓶瓶嘛，就会把不高兴的事情。 发泄出去噻！我为啥子要发泄呢？为啥子？仙仙，你不高兴的事情多得很，你不晓得啊？前一段时间了，干我这儿是不是没得个限量版的包包？你是不是没想到，干我这儿在你面前个时候拽过来拽过去，拽过去，拽过去，他就是诚心的在气你。哎，还有凤姐，弄了一个新的发型，他出去别人女喊他喊小弟弟，别人喊你。 喊老阿姨，他就是诚心的气你。不要说了，你瓜子啥子？给我解释头。好。先生，发泄，来，拿石头给我。现在把包包。爷，你给我两个抢。干完蛋，太可怕。我看你嘴。新发泄。老阿姨。 哎，电话在响。哎，怎么子？你咋给我那个电话哦？哎，是你拿的嘛？你递给我的嘛？你还是？接电话。哎。
喂，哪位？我不贷款。带我再跳。将军，输了输了不得改，连输三盘，请吃午饭。请你吃饭嘛，请你吃饭嘛，那有啥问题嘛？对的噻，连输三盘，那就吃饭了噻。哎，钱还不够，只够吃菜，还没得钱喝酒，想不想喝酒嘛？哎，酒当然要喝。哈，那就等一下，钱还不够，再来两盘。哎，苏大。好多人跟你打钱哦，整得好哦你。嘿嘿，这是秘密。哎，中午一起喝酒。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再两盘，再两盘。哎。微信收款3元。对了。哎，好。哎。微信收款3元。微信收款12元。还钱，还手机。你抓走，抓走！你们抓谁？哎呀，都是成年人了，有啥子话嘛好商量嘛，动手动脚干啥子啊？哎，怕你这个样子，好看呐！把我们手机还给我们。不然，否则啥子？否则啥子？你说，否则我就不做包子给你吃。哦，我就喊我老汉来找你的麻烦。哦，否则我就付给你看。哎呀，咋关键是又成怂包了？哎呀，真是白头精的巨婴啊！言归正传，恭喜你们成功脱机8小时，我宣布地仙团的思想改造圆满结束，此处应该有掌声。好，现在开始第二阶段的身体改造，你们两个愿做幸福村跑四圈。啊，啥子？不怕吧？不怕休想拿到手机。哎，大妈，手机还用啊？我这个手机太慢了，红包我都抢不到。咋会呢？我看。你咋个登你的微信呢？我是看到底是你手机慢，还是你的微信太慢了？我可以乱操作。这手机是微信是有点慢了。太慢了，不要紧。那个我追一下。我追一下，说不定就快了。咋个追呀？追过去。那个我的手机。我刷朋友圈就还给你嘛。我把那个大结局看完了，我就给你。你要刷就刷你们自己的手机哈。我们的手机咋熊大哥没收了？哦，度日如年啊！要是再不摸下手机啊，我们就退化成山顶洞人了。我给你们两个明看哈，你们要耍就耍你们自己的手机，不要耍我的手机。现在我先生是我明确的不会给我买手机了，我就只靠这个烂手机维持我张麻子的生命。你这个手机哪是烂手机嘛？防火防水还防盗。就是嘛，虽然说那个慢是慢了点，但是那个手感还是可以。我刷了，我就是。哪来？哪来？哦。
关机了，你看嘛，没得电子了，咋个办？没电子了，你，哎呀，你们两个错过了，王子。咋个那么快就没得电了？哎，啥子烂手机哦？啥子烂手机哦？刚刚你都说是好手机了嘛？我，哎呀，你们两个真的是不气死我！如果不是你们两个的话，我这个手机起码还要多支撑半个钟头。你看，害得我现在刷不成手机。30分钟看不成朋友圈，1800秒打不成游戏。如果万一我们现在我打电话来找不到我，何苦你们两个烦？哎，张胖子，你说的太玄了嘛？你半个小时有啥子损失嘛？万一超市限时抢购，半个钟头有可能抢完，那我的损失好大。哎呀，好了，哎呀，张胖子，你硬是越说越夸张了。就算是没得我们两个嘛。你要烂手机也不一定支撑得到半个小时嘛。哎，这个样子，我们给你众筹呀。对了，关键的时候还是你们两个兄弟对我好。嗯，来，拿去。我们来的。就弄两点啦，买个玩具手机都不够。刚刚你们两个玩了我的手机，咋玩了我的感情？哎，啥子要浪费感情哦？哎，这个钱还不够啊！我们给你说的众筹又不是众筹手机，是给你众筹一个手机充电宝。哎呀，对了，这个样子，我们再附赠你一个来钱的方法。嗯，啥子来钱的方法哟？这个样子，谢谢，车子坏了，开不回来了。咋的？我也不晓得，你自己看一下嘛。看到没有？我都没有见到过，那咋整呢？大哥，你这个车子要修的话，要2000块钱哦，哎，弄不了，能不能便宜点了？我不修了。老板，赶紧帮我看一下车子。好的，马上过来哈。大哥，你这个车子啊，材料要换。材料要换。如果是啥费材料费公司费的话，2000块钱是给你打工资。老板，有钱？才3000块钱啊！你的修车好便宜哦。是，还那么好，下次我还来啊。好嘞，慢走哈。嘿嘿，大哥，你修不修啊？算了，不修了，太贵了。这样，我马上给你转点钱过来。你把那个车修好了才走回来，听到没得？要得嘛，谢谢，么么哒。耶！哎呀，这个郭婆娘太好骗了。我要看下钱转过来没有？马上。一、二、三。转过来。张胖子，这下你马上就要修新手机了啊！这旧手机就拿给我们耍哈儿，拿去耍，不存在。哎呀，你也帮我拿，我也要耍。嘿嘿，现在来考一下你们，兄弟们，这个是个啥子？圈，大型的塑料铁环。好，没有说成是朋友圈。再请问，这个是啥子？这是自己晾衣服的杆杆。不仅可以晾衣服，它还可以拍被子上的灰尘。啊，好，很好，没有说成是自拍杆儿。看来我们的资料起作用了。为了奖励你们，提前把手机还给你们。怎么样？但是哈，手机上要拴到一个东西哦，否则要重新没收。兄弟们，能记啥子？你刚刚说啥子？拴个东西，拴的就可以耍手机了。
手机删。那个是删自己二十，那不删了噻。哦，没有。你删，你删删。你不是喜欢玩游戏吗？就把那个消消乐删了。哎，消消乐删了。那啷个得行喽？我都打了一百多关了，每一关都是用青春和的心血换来的。删除它，就等于删除美好的青春。你这样子太残忍了嘛！哎呀，怪不得你长得这么着急哟，把自己的青春都耗在这上面了。不行，必须对你们重新治疗。从现在开始，作息时间延长到48小时。哎，兄弟，你还要不要人活你？就是嘛。哎呀，看你算吧，你就算吧。嗯。你没看到啦？我要是晓得你们哪个给我弄断了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月下个零花钱都不得了。嗯，哎，你看看花花的桌子钱来。啊？花花？不过，下次上超市买东西的时候，不要跟花花买狗粮了哈，换成你我两个的零食。哼，那咋得行啊？花花这个，他肯定是觉得这个色号不适合我，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的，是嘛？当时买的时候，我只征求了你们两个意见，又没征求花花的意见。那这个大家都有责任，这个事情翻篇了，翻篇了，不计较了。翻不过去，咋个就翻过去了？有个口红嘛，断就断了嘛，有啥子了不起啊？你非要怀你哥哥和你的老公哥？哎，一个家庭中一点信任都没得，这个生活怎么过啊？一个家人怎么能够和谐啊？昌华子，你是不是上纲上线的？你跟个狗过不去嗦？我是对事不对狗。以前我和哥哥有个道歉，你晓不晓得？现在我不道歉，你是要抬杠嘛？抬杠我怕。好，你说的好，你喊我走我就走。爷母，你不要走嘛，不要跟你妈吵架了。哼，我张麻子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我是要走，我必须走。哼，还忍着，真的是。正愁找不到机会耍手机，咱吵一架出来，咱就可以找一个地方躲起来耍手机了噻。哎呀。咋回事？哎，哥哥，你咋会跑出来？还不是看你晚饭都没吃就跑出来了。拿去，给你带了个馒头。哦哟，你这个爱心公鸡太猛了吧！你咋个那么关心衣服？我不是关心你呀、啊，不是怕你又到你马桶那儿去，是爸爸来吃，太恶心了。哎，哥哥，哎，你没得事的了，哎，你就出去耍吧哈。嘿，姨夫，我刚才看到你买了新手机了。哎，哥哥，姨夫买手机这个事情，千万不能跟你姨妈讲啊。嗯，那可不得行，姨妈说了啊，我要做一个诚实的娃娃。你咋个弄听你姨妈的话哟？哎呦，我从小就是一个乖娃娃的嘛。乖娃娃，乖娃娃，我传传。上次你把你姨妈的口红弄坏了，为啥子你要还那花花呢？你咋晓得的啊？我咋个就不晓得呢？有啥子事情瞒着你姨夫我啊？哎，
不要紧张，只要你不把姨父买手机这个事情告诉你们姨妈，你把你姨妈的口弄坏那个事情我就不会告诉她。嗯，好嘛，成交。但是啊，有个条件。啥条件咯？你必须给我买五个鞋子。没问题，成交。成交 ，OK。姨父，你帮我试下嘛。试就试下，我的小手干不来。那我试不开，你帮我试下嘛。用力点嘛。哎呦。满过心。